你什么时候要官宣去卫权龙？这个因为我们合约部分就是刚好这一阵子都在谈，大家可以期待新球季，然后等球团官宣。其实不会啦，因为他如果没有在球场上，他还有很多外物，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比较还好，因为他自己的外物本来就很多了。就球迷也没有关心他吗？因为现在是休赛季时间，没有联络，没有遇到过。林湘被爆跳槽，卫权龙认了的官宣，被问球迷心恋情这样说。我最近发现是觉得蛮好玩的耶，最近开始，而且我整个团魂都出来，我还做了一个蓝色的指甲。啦啦队女神林湘带师妹指林雅涵三人一同参加节目《炸裂吧女孩》，日前受三立新闻网专访来聊聊选秀感吐痰。就是因为有准备好一个表演，然后你那个表演结束之后，你那个心情是非常满足的。所以自从那一次的公演结束呢，我就发现，我越来越喜欢这个节目了，我越来越有团魂。但我发现这个节目好像要结束了。有一天我们甚至要在3小时内准备一个表演，对，而且还要召集粉丝来，而且那个事先都没有办法提前知会粉丝，是他要考验你的人气粘着度到底高不高，你在无预警的情况下能不能号召到粉丝到场支持。那一次我的压力是蛮大的，毕竟扛着180万粉丝，有一种不能输的压力。还没播，但是我好险有拿到第一名，对，有拿到人气第一名，但我那一次压力真的是蛮大的。我们刚说想要一起，想要做很多事，是快要不能一起了。哪部分？你不是要离开了？我们都是同公司啊，对啊，而且之前子琳也不是我们同一个球团的，经纪公司一起，对对对，所以没有受球团的影响，完全没有。你什么时候要官宣去卫权龙？这个因为我们合约部分就是刚好这一阵子都在谈，大家可以期待新球季，然后等球团官宣，有可能是年前，也有可能是年后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因为最近就是还在谈约。之前球迷都有为你就是抱屈啊，就说你受到待遇就是被冷冻啊，上场机会很少啊，对于这些你有什么要？其实不会啦，因为他如果没有在球场上，他还有很多外物，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比较还好，因为他自己的外物本来就很多了。所以不是说球团欺负你？没有，绝对没有这个可能。但我还是希望我明年可以多更多的时间在球场上。球迷你没有关心他吗？因为现在是休赛季时间，没有联络，没有遇到过。我有看到，但我就是滑过，没有特别点进去看内容是什么。因为我们女孩真的太多，不可能每个都超熟。我跟雅涵也是就算我们同公司，我们也是事隔一年我们才变超熟的。对，在第一年的时候，我跟林湘是同事关系，甚至连同事还不熟，就没什么交集。我自己是觉得蛮满意的，因为我是去年才签到公司的，所以我觉得去年一整年的下来是比在前年更有进步的，所以希望今年可以再更上一层楼。我去年的话其实也还蛮满意的，因为有达到我的人生愿望之一，清单之一，就是我开一场属于我自己的演唱会，然后其实也来蛮多人的，所以我自己有吓到。我自己的话，我觉得其实我去年交了一张蛮漂亮，我自己觉得很棒的成绩单。我去了非常多的国家工作，我也有去美国开球，然后有到日本开球，然后去参加日本的时装周，然后也接到了高尔夫球的代言，高尔夫球的代言，然后戏剧的客串，然后也有出了一张单曲，还有我们三个也有合唱一首单曲。我觉得主要在去年，我觉得最满足的地方是我在公司认识了两位师妹，所以就希望就是今年呢也可以继续打打闹闹、闪闪发亮。因为我觉得我去年年底已经就是有点精疲力尽了，把工作塞太满了。那我就有重新跟我经纪公司调整一下我今年的工作状态。那我希望是以我快乐、跟舒服、健康的方式安排。那今年我也会着重就是可能加强我的能力值的部分，可能是唱歌、演戏。在年初的时候报名了非常多的就是课，希望今年就可以好好的进修一番。